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发布会。Forget about that voice. It says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那我们的会议正在录音。刚刚声音有所重叠，所以我再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 Zoom 新闻会议。我是 Sandy Post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主任。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关注，也就是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也就是第三针。对于这个问题，公共卫生专家也存在分歧，对于哪些人何时应该接种第三针。那目前只有接种了辉瑞公司疫苗前两针的人有资格注射第三针，对于接种两针 Moderna 疫苗或者一针强生疫苗的人来说，目前还不可以进行加强针的注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医学专家之前也在我们的简报会上多次出席，他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并且接受我们的提问。首先我们邀请 Ben Newman 博士，他是德州农工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首席病毒学家，非常感谢您多次出席我们的会议。此外我们还邀请到 Monica Gandhi，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医学教授，也是一位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硕士。那我们会在今天的会议后把各位讲者的个人简介和我们的 Zoom 会议录屏发送给大家。如果各位记者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聊天框中输入您的问题，我们邀请讲者在会议中或者在之后有时间的情况下进行回答。那我们的讲者请放慢语速，因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同传服务，您放慢语速，我们的韩语、普通话和西语议员就可以跟上您的节奏，也感谢我们的各位议员提供同传服务。那也下面请我们的讲者来进行发言。那我们的几位议员呢，也参加了我们的很多会议。那下面我想把话筒交给我们的特约编辑，也是本次会议的联合主持 Sunita。感谢 Sunita。感谢 Sandy， 也欢迎 Newman 博士。 Gandhi 博士目前还没有上线，我们知道他应该稍后会上线。非常感谢 Newman 博士的出席，那请您发表观点，我们是否应该接种加强针，哪些人可以接种加强针呢？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很高兴今天还有其他的讲者，因为我想不想一个人承担整个医学界的重担。那首先我要回答 Gandhi 他今天要覆盖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引入，让我们来了解加强针的问题。那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要记住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迄今我们还不知道哪些情况可能发生，哪些不可能发生。你可能经常听到人们说，新冠疫情，也就是 SARS-CoV-2， 它是大传染病、大流行病，是没有办法预防根治的。那目前我认为有关这个争论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答，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要根除新冠病毒，原因如下。第一，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会有致死性。那我们可以看全球的数据，在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在测试足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我们可以看到
致死率，感染人群中的死亡率通常稳定在 2% 左右，也就是说在50个感染人中有一个人经常会死亡。那目前还没有一些相悖的数据说很快病毒会发生变化改变局面。那同时我要说的是，不好意思，我想打断您一下，我想澄清的，您说的是50个人中有一个还是15个人中有一个？我说的是50。好的，非常感谢，感谢您的澄清。是的，并非1/15，而是50分之一。如果是1/15，情况就更糟了。那我们也知道，在接种疫苗的人中，如果已经接种疫苗但仍然感染的话，那他们也有可能会住院并且死亡，但是死亡率会大大的降低。目前还没有相悖的数据。如果你说要在我家附近释放一只怪兽，我都不知道它是否会杀死我所在区域2%的人。我想它可能致死人数还没有这么多，但我想我还是会暴露于这个风险之下。The data for boosters. 那有关加强剂的数据呢？我要分享的是和9月17日 FDA 会议相关的数据。那我之后也会在聊天框中分享一个链接，我想其中有很多信息大家会感到有用。如果大家还没有收到这个链接的话，请让我知晓，我会在此发送链接。那数据表明，我们现在使用的术语叫做完全接种疫苗，那其实这个术语并不准确，人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接种疫苗的状态，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状态叫做完全接种疫苗。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免疫力逐渐减弱的情况，那在这个状态下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那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有两种学派，第一是极端结果主义学派，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不去世，那么要进行加强剂的接种就没有什么意义。那还有一种学派呢，就更像是玩下棋一样，正在进行博弈。那我想要更进一步，我想说的是，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接种疫苗后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5个月后免疫程度会下降50%左右，但我们看到抵抗死亡的有效性依然坚挺，达到90%。那这和人们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靶向，同局面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冠病毒对于在整个爆发中传播更快，而且繁殖的速度也更快，质量更高。那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在未来情况也会如此。那可以看到99%的变种病毒都是人们感染的变种病毒中99%是 Delta 病毒，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得到了监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世界中，Delta 病毒和新冠病毒正在同时感染人们，而且现在经常把 Delta 和新冠病毒划等号了。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Delta 和其他病毒的差别是很微小的，大概有5%的差距。
So what we have seen. 我们在 FDA 的文件中看到，目前65岁以上人群和65岁以下人群在面对疫苗有效性方面其实差距比较小，大概 5% 到 10%。 我们也看到加强针的效益是非常巨大的，在不同的年龄层都是如此。那通过接种加强针，人们获得的抗体数量会是第二针接种后峰值的5到10倍。那同时呢，要比加强针前的抗体水平提升50倍。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龄层中，加强针所带来的效益是基本相似的。那基于这个研究基础，我认为 FDA 只推荐特定年龄层接种加强针，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在推动 全民的疫苗接种，那我认为全民接种加强针也是有益处的。那同时呢，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很少只接种两针疫苗，我们目前接种的疫苗中只有 MMR 以及 Hepatitis， 还有另外一种三种疫苗是只接种两针的，那其他的疫苗通常是需要接种三针或以上。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想要达到一种局面，也就是我们能够获得持续的疫苗免疫力，这样就可以获得持续有耐性的免疫力，让我们在未来多年内不需要再费额外的精力来关注这种病毒。因此，在接种疫苗方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从合理的保护变成确定的保护。那我想加强针的益处在多种层面方面都是显著的，既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希望层面，也有利于为人们创造一个没有新冠侵扰的世界和社会。因此，我想我就此打住。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跟进。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聊天框中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位是 Fatman Beckett 提到的。 Fatman 请提问，欢迎您。So, may I ask your question for you, Fatman? 那您是否希望我帮您提问呢 ，Newman 医生？那我们想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加强针和我们之前接种的疫苗是否相同呢 ？Yeah, it is not different. It is identical to the other. 那它并非是不同的，它和前两针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是指辉瑞疫苗的情况，但我想其他两种品牌的疫苗可能也是如此。那这其实是合理的、有效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疫苗成分对于防治所有的变种病毒都是同样有效的。当然对于 Delta 变异病毒可能有效性有所下降，但依然提供足够的有效性。那我们看到 Khalil 也有问题，那我认为情况是不同的，其实每个人采用这个术语时他们指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 Henrietta 也有一个有趣的问题。Thanks, Sunita. Dr. Newman. 谢谢 Sunita. 那我的问题是，这个病毒和其他病毒是有任何区别吗？那它是如何变异并且传播的呢？那像比如说像 Delta 病毒这方面，那它是否会更轻易、更迅速的传播呢？那我们对它的处置可以和像其他的，比如说天花或者小儿麻痹这种对待采用相似的方式呢？那有什么区别呢？我想目前还不知道，没有确切的答案。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大力的推广疫苗的部署，看我们目前面对变种病毒的情况，要如何能够消除疫情。那我要再提一下有关小儿麻痹和天花。那我们是通过大力推广疫苗的接种，基本上根除了两种疾病，也就是小儿麻痹和天花。那我们也知道，像新冠病毒，那它的变种变异性要略高于小儿麻痹，显著高于天花。好的，有可能针对于新冠来说会更有挑战性，但是呢，我们发现，在小儿麻痹和天花方面，它已经这个病毒进化了很久了，我们之后才能够去处理。也就是说，这个新冠的问题会比现在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一些。所以呢，我希望现在能够大力去采取应对策略来推广疫苗接种。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Pilar。Okay, I wasn't able to unmute until now. I don't know. So, you know, the question seems to be similar to that of Dr. Fauci. My question is, Fauci said that he want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get的观点好像似乎都不太一样，是关于加强针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似乎不同的观点让人们很困惑。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我可以或者我选择去选择一个非常窄的领域，就是说我只认可科学论据证实的领域。如果你把其他的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可能会引发困惑。所以我经常坚持的就是说，我们就只看数据，我就指出现在发生的事实。基于我们现在得到的数据，我的观点就是全民接种第三针或者是第四针是会非常有利的，可以降低病毒的传染，并且更快的终结我们的疫情的情况。那现在的社会正义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现在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有自己的优势，接种了很多的疫苗。但是我也想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了完全接种。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这条路上走到某一个节点上。如果不是在现在走到，那什么时候到呢？总有一天我们是需要到完全接种的。
other way. Other... 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Newman， 现在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基于你刚刚说的一个观点，在上周，我们有一罐有16亿的剂量发放给了发展中国家，那你觉得这些疫苗能不能？ 在全球的疫情应对当中发挥作用够不够？有一些国家如果他们有更高的感染风险的话，那他们能不能得到加强针呢？那现在更重要的还是说让人们接种第一针和第二针，这是最重要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我觉得只有全球的疫苗结束。 的疫情结束才是真正的疫情结束，在我的观点看来，我觉得要在一个区域把它完全的解决问题，然后再扩大这个范围是一个可以的策略。我觉得对于美国看来，那我觉得是那现在有人说。 那这是谁的责任呢？那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其实很欣赏政府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去接不接种这个我们国家的人民和全球的疫情的结束不结束的关联是比较弱的。那现在我们先听听 Gandhi 的演讲。 有请Monica Gandhi，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甘迪是来自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医学教授，非常感谢。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我想和大家分享 PPT。那我简单的讲一讲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主题的讨论有所帮助。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endemicity 这个观点。那就是什么情况下导致了疫情的产生呢？这个 endemicity 的意思是流行性的问题。不好意思，能不能慢一点讲？ 首先呢，如果我们要根除疫情的话，我们现在关于病毒有四种特点。一就是没有动物的宿主，比如说这个特色呢，就是体现在天花方面的。 这种是属于可以根除的感染性疾病。另外一点就是说有非常明显的病原特点。第二，第三点就是感染时间比较短。第四点就是说能够在一生当中都通过疫苗能够提供保护作用。那现在针对于疫情，针对于我们的新冠病毒。 和其他的以前曾经有的病种呢，他们的感染时间是很短的。我们现在也是有非常有效的疫苗。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流行病，是因为它的覆盖范围非常广。那是我刚刚开始讲免疫系统接触到的内容。我们现在有三种疫苗 ：Moderna、 Pfizer、 Pfizer 和 Johnson Johnson。那这种。 有还另外还有三种，他们都是为了产生 b
病毒的这个蛋白刺突。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是在中国和印度的疫苗，他们也是用于对抗疫情的。那我们现在国家的三种疫苗，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去接触到刺突蛋白，或者他们能够给一些基因的材料，这个基因的材料能够去进一步发挥保护作用。所以如果打了 Johnson & Johnson 或者是 AstraZeneca， 他们可能会有基因上的一些操作，就是真能够给你一个 DNA， 你可以把 DNA 把它通过这种方式转化成 mRNA， 然后再编辑成蛋白。Giving the protein itself with an adjuvant.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病毒能让抗体产生保护作用。So remember what the immune system does. It raises. 那我们要记得这个免疫的抗体以及这个细胞的中介作用。这个疫苗如果有用的话，应该是会刺激 T 细胞产生作用。 T 细胞是可以创建这个记忆系统，不论是2003年的 SARS 病毒，还是说之后的一个病毒是在非洲的病毒，都是有效的。那么疫苗它们也会产生刺激 B 细胞，让 B 细胞产生记忆的这些抗体。这个机制对于所有的情况来说都是适用的，而 B 细胞能够成为一个蓝图，它能够引导未来的反应。那现在有两个研究表明，其实有几个研究表示呢，这两种抗体，两种疫苗都产生了足够的抗体。而在免疫系统比较弱的病人当中，他们产生的 B 细胞产生的抗体是比较不足的。那即便是在接种第一针之后，其实产生的 B 细胞也是够的。 T 细胞能够去减少严重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大部分疾病来说，产生的 T 细胞的反应都能够去帮我们免疫住未来的病毒入侵。这个和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一下具体的研究了。那我觉得为了去研究我们的疫苗的有效性呢，只研究抗体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应该多研究一下 T 细胞的作用机理。对于所有疫苗来说，都能够产生比较有效的 T 细胞的反应。对于这我们美国的三个疫苗都是这样，而这个数据也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对抗重症，对抗住院和死亡。而这些疫苗能不能
够有抗有效的对抗严重疾病呢？也能不能对抗这个病毒的变种呢？如果只是涉及到 T 细胞的话，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发现，无论是针对于哪一种，不好意思，我要干扰一下。啊，我希望您能够慢一点。对我来说，这已经很慢了，不好意思。比如说这个 Delta 变种呢，有七种变种，它从最开始的开始呢，到现在一共是有十一种了。好的。T cells line up across the spike protein. 重要的呢是 T cell 它是在广泛的形式上能够对抗变种病毒有效的。那我们知道大概有85到100个 T cell， 也就是 T 细胞。是能够 保护你对抗变种病毒的，所以说 T 细胞免疫力是能够提供强劲的保护来对抗变种病毒。这是由于有双蛋白能够提供87到100个T 细胞，那这样的话是能够强有力的提供免疫保护。And it sort of 那基于刚刚的数据，我也想为大家演示一下各种。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强剂所带来的有效性，那其实两剂 mRNA 疫苗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的。这些实验包括在加拿大、美国等地的情况。那为什么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呈症状感染病例呢？那变异有效性和 T 细胞有效性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那其实这并非只和单一的细胞有关系，而是要和整体的免疫力系统有关系，才能够生成对于病毒的免疫力。那如果体内还有一个细胞没有建立出免疫力，那么也可能会发生突破性感染，也就是说即使接种了疫苗但依然会感染病毒。那我们也知道像有关疫苗的有效性，那它其实也和接种疫苗的间隔是有关系的。那即使疫苗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中间的间隔没有合理设计的话，那有效性也会有所减损。因此英国政府才如此谨慎地布置疫苗接种的进度。这个报告呢指的研究表明，在 Delta 病毒传播的情况下，如果不接种疫苗的话，那么住院率是接种疫苗的29.9倍。那同时，为什么在 Delta 感染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呈症状突破性感染呢？那首先是病毒载量可能更高。那同时也看到临床研究表明，像莫德纳疫苗的话，它的每一针剂量更高，而且间隔时间为4周。那在接种莫德纳疫苗的情况下，
重新感染的情况，甚至是呈轻症状感染的情况都会稍微低一些，这是相比于辉瑞疫苗的。那同时我们要问的是 T 细胞或者 B 细胞有哪些效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接感染之后你会获得 B 细胞，那如果之后再接触到病毒的话，那么 B 细胞会不断的繁殖。那这是记忆 B 细胞，这指的是他们会应对情况进行响应。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也看到像宾大等研究都表也对强生的疫苗正在做相似的研究。那我们应该为哪些人发放加强针呢？那首先我认为轻度或者严重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是需要额外接种疫苗的。那同时呢，我们也面临着疫苗充足或者说疫苗公平的问题。那我们也需要了解，需要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那现在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和联合国峰会以及 G7 国家承诺说要分发疫苗给发展中世界。那现在平均每位美国人有五针疫苗。不好意思，我想问的是，请您再澄清一下数字。您刚刚说美国现在每人有五针疫苗，那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疫苗都分发给美国人的话，那美国人每人会有五针，但我们现在是在囤积疫苗。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把疫苗分发给其他地区。那现在只有 2.2% 的疫苗被分发给有需要的地区，这也凸显出了疫苗不公平的现象。那在传播方面呢，在 Delta 前的 Alpha 病毒，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疫苗其实都对于防范 Alpha 非常有效，有 IgA、IgG 等抗体，那都是非常充足的，能够有效的提供第一线的防护。但同时呢，抗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接种疫苗的人他的病毒传播性也远低于未接种疫苗的人。那这是截至七月末的数据，那这些研究也是基于疫苗病毒爆发的一些实体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已接种疫苗群体中的疫情爆发，可以看到在同一时间病毒的传播要远低于未接种疫苗的群体。那如果研究系列性病毒承载病毒负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表明，在
接种疫苗的群体中病毒负荷量会很快的下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研究，这是瑞士的一个研究，它表明说底线就是接种疫苗的人，那他们的传播性会更低。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案例集群的一些研究，那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新加坡的一个研究，可以看到已接种疫苗并且未呈症状的人，那他们要传播病毒是很罕见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CDC 的突破性数据，那 CDC 一直在追踪美国严重的疫情爆发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在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 1.83 亿人中，有 13,775 位是突破性感染而住院，那其中 69% 是65岁以上的。那在已经接种疫苗后仍死亡，死于新冠的概率为 0.002%， 其中大于 86% 是65岁及以上的接种人群。那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必要的是要为65岁及以上已完成两针辉瑞疫苗接种的人接种第三针，那同时也要对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接种疫苗，以及对于有工作需求在职业生活中存在风险的人接种加强针，这就包括医护人员、医疗工作者等等。但我们刚刚也通过这些研究看到现有疫苗的有效性以及记忆 B 细胞、记忆 T 细胞的有效性，那我就此打住。但我要说的是，富裕国家要承担责任，促进疫苗公平。那唯一能够根除新冠、控制新冠疫情的方式，就是在各地都控制住疫情的传播。那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处于安全之中，我们才能够处于安全。那我们在聊天框中有一些问题，那首先我想问的是，你刚刚提到了一些疫苗，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疫苗等等，那您可以再介绍一下这些疫苗的区别吗？是的，您的问题很棒。像中兴和科兴疫苗，那他们一开始是在巴西和智利推出的，那一开始数据表明他们在降低病毒传播方面并没有那么有效，但他们能够有效的阻止疫情导致的严重疾病，那阿斯利康疫苗也是如此。那像 Covaxin 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多足够的数据，但至少在新闻报道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防治新冠导致的严重疾病方面也是非常有效的。那像 Spuna5 它对于防治 Alpha 变种病毒有效性达到 95% 以上，但像应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话， Spuna5 它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数据表明它能够有效强有力的防治防御性，
但我要说的是，尽管不同品牌的疫苗可能它们的有效性不同，但是接种疫苗总比不接种好。那像有人他们已经接种了科兴或者中兴疫苗，那之后他们可能也会要接种加强针。我们需要加强推广疫苗的公平性。那请 Newman 医生来回应 Gandhi 医生刚刚的介绍。那你们的观点其实有些不同。是的，那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那同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一概而论的正确答案。那是的。那感谢甘迪刚刚的介绍。So I hear a lot about culturing virus.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有一些不同的测量方式来衡量病毒是否是危险的。因为在培育病毒方面，你是要确定病毒是在唾液中还是在其他环境中存活。那像在唾液中的话，它的含盐度其实和病毒的实际存活状况是差很多，要低很多。那很多可以恢复、可以复苏的病毒，那我认为这是最难测量的。那这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关注。那在动物宿主方面呢，我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要真的是完全无法解决的话，那么病毒至少需要有一定的动物宿主。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它是可以影响猫，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些白尾鹿，它们是可以针对病毒产生一定抗体的。那我并不知道是否现在在动物宿主方面我们已经满足一定条件能够改变长期的诊断。那在 T 细胞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流感病毒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胞的宿主。那通常我们是需要不断的重新接种疫苗，这样能够对于不断变化的病毒来获得一定的抵抗力。那对于新冠呢，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情况如何。那我们认为需要加以警惕，这样不会落入一个陷阱中。那最后呢，我想说的是要防止病毒变化，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加强防御。好的。 We will allow enough viral change that this may become a bigger problem. 我觉得呢，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防止它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没有实现最终的结果的话，最终的好的结果的话，那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无意义的。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看待这些数据。现在数据已经有了，那我觉得人们对于这些数据的怎么处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感谢 Julia
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三针的，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父母的加强针。你 Julia 能不能跑出来提问呢？没问题。大家好，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到 Gandy 和 Newman 的回复，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做相关的报道。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感谢您参与这次活动来给我们解释非常细节的信息。那我们问的问题呢，就是关于一个个人情况，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现在完全接种了，但是他还是在一个有可能接触到 COVID 的环境之下。那现在我们那个社区当中就会说，既然我已经有一些自己的免疫力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接种第三针？如果我之前得过新冠也产生了抗体，为什么还要打第三针？想知道你们的回答。那如果你们两位都能回复的话会更好。那我就先说吧。非常感谢。我觉得疫苗的有效性呢是不足100的，那在接种之后你还是有可能会有感染，是有一个很小的概率。那我现在比较好的事情就是 CDC 有个数据显示呢，在住院率以及死亡率方面，疫苗的效果的预防性还是很好的。那80%到87%的人都能够受到保护。如果有轻微的突破性感染的话，这其实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个数据了。我们当然是希望让美国人能够尽量不要去得病。我花了很长一段精力才去解释说全球的疫情感染以及加强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当然了，全球的疫情感染要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要取决于要怎么看待这些数据。那比如说在华盛顿那边的突破性感染率是10万分之1，那在加州的话其实这个传播率是比较低的。Newman， 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好的，我的观点是来自于德州的情况，德州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呢，现在有的研究认为，如果只打一针的话，是和两针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两针就打，无论是打第一针还是第二针呢，都会有一些可能遗漏的情况。如果在之后在感染上病毒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突破性感染的。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谈到一点，就是说现在只有当初打了 Pfizer 的人才能够去接种第三针，这一点是对的吗？你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对的？那什么时候那些 Moderna 或者是强生疫苗的人能够有资格去接种第三针、第加强针呢？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对于
这三种疫苗而言，它们产生的抗体的数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从科学角度来看，我觉得是类似。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监管以及整个调整的过程，而这可能就会涉及到其他的因素，会比较复杂。那现在只同意了 Pfizer FDA， 现在正在说，就是在这个月月底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消息，是关于 Moderna 的。而对于强生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第三针。在 CDC 方面也是这样，这个强生公司的数据呢也还不足，我们希望至少在十月底能够有 Moderna 和 Johnson Johnson 的第三针支持。 Sona 也有一个问题。Hello, Johnson. Hi, I'm here. 你好。Please share more about the FDA. 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 FDA 对于 Moderna 的第三针的支持？那是什么意思？你觉得第三针的成分会是什么？相比前几针的成分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I'm not sure we got that. 哦，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听清楚你没。我觉得是问的问题是不是说 Pfizer 的加强针是不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Moderna 之前是100，然后现在可能加强针可能是希望是在50。我觉得 Pfizer 的话。Pfizer 的一个情况之前是30，那现在有请下一位讲者，下一位提问的人，你还在吗？I cannot find it in the chat, but I do have a question for Dr. Gandhi before we move to you, Sandy. If I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CDC, Dr. Gandhi, CDC 上个星期有一个公示，建议一些在高风险环境下办公的人要优先去获得加强针。你觉得应该有谁哪些人获得加强针？还是说比如说像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让小孩获得优先级？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现在优先的是医疗人员。如果这个医疗人员他接触的不是 COVID 的患者的话，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着急。那有一些免疫系统不太完善或不太好的人，他们也应该会有的优先级，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感染后会得病，而那些没有接种的儿童来说，这目前还不是他们所推荐的对象。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看待一个公司的消息，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试点能够降低一半的死亡率和一半的住院率？我觉得这个试验呢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去对抗疫情的。这个试验在比较早的时候结束了。我觉得呢，它也能够降低死亡率。
antibodies are there, but they're harder to use. This is like a pill. 有很多的消息都让我们非常的兴奋。We can get down, we can get everyone vaccinated. Maybe we won't need to use this so much. Terrific, Sandy. To you for the. Oh, I'm so sorry, Dr. Newman. Real fast. 不好意思，你还想说是吗？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未来前景还不错。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药物，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灭火器的作用，能够预防火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如果真的和研究的效果是一样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兴奋。Sandy, 那现在有请你结束发言。那我觉得 Pilar 问了一个问题是非常典型的加州问题。那我现在 Pilar 问的问题是说，加州州长刚刚发布了一个声明，就是在学校当中要强制接种疫苗，但是得到 FDA 的同意的，你觉得同意这种方式吗？这是在比如说在这个在全国范围内的首次的 K12 这个强制令。我同意学龄儿童接种疫苗，简单而言是考虑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降低这个病毒的传播的宿主的数量。那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要实现全民免疫的话，儿童这一块是很大的一块工作。你们两者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问的是一个关于加强针的讨论，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复杂综合的一个信息量，非常感谢两位的演讲，非常感谢。See you next week. 我们下周见。Bye.